我建议每个人不超过三分钟，讲一下自己的这些家庭的情况、儿女的情况，或者老公，包括找老婆找了三十年都可以讲。我的婆婆长期不住怎么办？不，真的，就是说让我们同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。婆婆讲五分钟，我们一分钟就可以了。啊，婆婆讲几乎没关系，我有，我们愿意多讲，惯水多讲讲。哎，那我又错了。下次是不是要来点水果啦？没有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比较难得，大家平时那个，我觉得第一个从姜文宇开始，要得不？我不说了，我上错了。上次什么时候上次啊？哎呀，万一没听到，万一没听到是吧？听到，从江明姐开始，江磊你开始，然后从挨着过来，好不好？好。逆时针转。哎，逆时针转。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